1200米嘅短途泥地准备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咧，咁啊前面快啲嘅马咧见到中档有明达噶，咁啊响外边咧就系呢个巴奇利啦、大外档、红火电驹、中间江山、如花内兰咧，仲有呢个骏放噶。再跟住后边咧，中搭嘅位置有常山凤宝啦、叻叻仔啦，同埋大外档咧就系呢个金紫荆噶。后多少个马匹啦？绿色宝咧就响尾四外边嘅，平劲咧尾三喺内兰嗰只，咁啊再后边咧仲有领航人啊，包咗落尾嘅马咧就系嗰只骏威威噶。过呢个800米段处啦，前面放头外边啊，咁啊由外边扫入嚟红火电驹。巴奇利啊，内栏有骏芳啊，再后边嘅马咧，出边有明达啦，中间咧就系常山凤宝啊，内栏上翻多少咧就系呢个拼劲啊，响出边啦开始上嚟啦，就到利来嗰只咧就绿色宝啊，后啲先有叻叻仔啦，抽出去大外档就系金紫荆、江山如画噶，入正直路嘅时候啦，前面红火电驹，中间占先啊，埋边有巴奇利啊，咁啊见到外边冚上嚟有绿色宝啊，咁啊再内栏位置就系呢个骏芳啊，拼劲嗰啲马斗紧，再后多少个马匹有叻叻仔啦，大外档骏威威都上嚟啊，最后百零米啦，巴奇利。已经接嚟咗两个身份，好有机会赢嘛！第二名大外档整嘅骏威威添啊，争紧第三绿色宝红火电驹，过终点巴奇利顶啊！第二名咧就系呢只骏威威啊，第三有绿色宝同埋红火电驹需要影相啊！咁啊，结果呢只巴奇利啊，咁啊喺呢度就爆出一个冷门啦！咁啊，连赢位配嘅骏威威第二，第三就绿色宝，第四啊红火电驹啊！哇，81啊，402倍 Q 啊！带咗六格噶喎，系啊，因为八胆拖嘛，系啊，八胆拖嘅、巴奇利喺度赢，第二系骏威威，第三咧绿色宝，第四就红火电驹。临尾个 win 就唔落啊，但系嗰啲 Q 飞啊紧要啊 ，Q 飞位置。其实 Q 飞一早已经着噶，我哋一路提就系话八胆拖嘅 Q 飞啊，系咁着六格啊、飞格啊。哇，好犀利啊！见到啊，郭立基、霍利士马房终于都赢，唔系今次系啦。嗰个 win 45蚊啊，临尾。但系你话拼劲嗰啲 Q 咧，其实系得两范着架嘅啫。你相对地嗰只八号系成辣噶嘛？仲要有一份系拖翻只八添。系啦，咁所以其实佢系净系落咗落去个 win pay 度，哗哗声啫嘛，大家。即系唔够多料。啊，咪睇下郭立基翻嚟复榜啊！今季嘅成绩暂时就八 win， 两场嘅级制赛，够找数有余啊！找数咩意思啊？找数？即是攞下季嗰个牌照啊！哦，拼劲喺边度啊？拼劲望五档，哎呀，原来 stumble 咗啊！只马一起步嘅时候，中一中变咗佢失咗位。好啦，咁啊前面走嘅咧，我哋见到就系呢只巴奇利啦，明达都好快咁啊，然之后俾人 cut 入嚟，包尾喎，系咯，唔知发生咩事。嗯，红火电驹又喺开面慢慢埋。江山如画系足嘅喎，骏芳咁样顶法通常都唔多对边。江山如画都好厚啊，唔知后程。江山如画唔捉住不嬲都唔系咁好噶啦。你啱啱嗰场诶，俾佢有个形势咁摆咗三搭跟住咯，嗰场又喂叻叻仔有冇得追咧吓？嗱，独色宝就喺好后嘅位置，逐步加速上翻嚟。叻叻仔就喺佢内侧，而家骏威威嘅入面啊。佢都抽出去噶啦，就冇得追，都好少嘅啫喎，好少啫喎，系咯，嗯，唔系想象中咁劲喎。明达系有追，但系唔系咁劲。明达都差唔多收停啊，唔知咩事啦，系咪 feel 到啲嘢啊？骑师唔出奇啦。第八场复榜完毕，派彩正式作实啦。跑第一名爆巴奇力，道元牌143蚊，位置派40.5，跑第二名10号骏威威，位置派100。